眼中弄过几番红尘，山水就多几道皱纹。他看雾看云看行人，望我一眼就懂几分。小小凡事爱结伴去纷扰，人浮生渺小全部飘摇，就三千繁华去偕我悟出了一个道理。哎，啊，这应该是领悟的悟吧？怎么能写成错误的悟呢？生死熟虑。哎呀，这深思熟虑怎么能跟生死扯上关系呢？规矩的规怎么画的是乌龟呀？看来明天开始得加紧鞭策，写一封信都是错误百出的。子轩，你这个时候的反应不应该是担心吗？怎么还会有闲情逸致改我的信呢？可是如果子轩没来找我，他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又何必留在九溪山呢？他毫不在乎我离开。小心！子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饕餮竟然将一丝魂魄留在了天机剑上。那怎么办？你赶紧去追他吧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就你这点本事还想保护我？真不知该说你胆大还是少根筋了。我这点伤不碍事的。饕餮的魂魄跑了，你赶紧去追他吧。只要还留在九重天上，就一定能追到。眼下治好你的伤最为关键了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被天机剑伤了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一点都不哭。来。再喝一口吧。
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九溪山呢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在不在乎我，想知道你会不会去找我。如果我不在乎你，不去找你，你真的要离开九溪山吗？当然不会。小白，人心最经不起试探与猜测，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了。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有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太过于复杂了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初心，活得自在快乐一些。我只要在你身边，我就过得很快乐。早点休息吧，你受的伤虽然不至于致命，但容易留下后患，好好调理。子轩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呀？放心吧，我等你睡着了再走。全身出现裂痕，根基不稳，这痛竟是蚀骨裂心。子轩，等等我。小白，你的伤全好了吗？谁让你出房门的？你又忘记带伞了，我来给你送伞的。我怕你着凉了。别给我转移话题。如果你的伤势加重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躺了几天早就好了，我要是再躺下去的话才会生病呢。看你脸上这么开心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又被你猜到了，我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哎，你等等。难不成你又去了蟠桃林，偷了蟠桃吗？上回犯了那么大的错误，再笨也会记住教训了。这是仙鹤姐姐送给我的桃花，漂亮吗？仙鹤姐姐说了，这种花只能在春天开，九溪山这种地方终年是雪，所以根本就看不到。难怪你一直把桃花当成自己的宝贝。这个桃花是我特意给你送来的，你喜欢吗，子轩？我绝对不同意。去蓬莱仙山怎么能带着小白？你这反应会不会太大了些？
我是说，蓬莱仙山门规森严，带着小白恐怕有些不妥，更何况百草仙君那儿也没法交代。你放心，我会妥善处理的。你送了小白的桃花，他就当成了宝。我倒忘了，小白从小就没有见过桃花。眼下正是蓬莱仙山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想让小白好好的看一看这满山的桃花。子轩，你似乎对小白过于的偏爱和纵容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我对小白严厉了一些，他现在肯定苦着一张脸好好的念书呢。我对他是不是太过于强人所难了？仙鹤姐姐，原来蓬莱仙山的景致跟九溪山完全不同啊。那你是不是比较喜欢这里啊？要不要留下？嗯。子轩，子轩，蓬莱果然育有天下百草，灵楚的心火用了这些药材差不多就可以痊愈了。草药先放我这儿吧，今天因为我耽误了些时辰，眼看着天色渐晚，小白今天恐怕是看不见桃花了。我先走了，再去采一些草药来。没关系的，今年桃花谢了，明年还能开，今天看不见，早晚都能看见的。你想得倒透彻呀，花开花落，终是万物法则。我本来想带你看看这晚上的桃花林，晚间的桃花林啊，别有一番景致。现在看来，不需要了。不是的，子轩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你不要信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刚刚为什么要惺惺作态呢？这可不像你啊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做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你没做错，这次是我故意逗你。走吧。嗯。树白头，年已堕落，花折处离愁，旧恨心忧，化作眉心的愁，几番春秋，想念能熬过几个年头，那是手心握不住的红豆。我只送了你一只桃花，你却给了我整个桃花林。九溪山终年风雪，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色。不过这里再美，也没有九溪山美。蓬莱仙山的桃花林是仙界最美的地方。嗯，这里十个桃花林也比不上一个九溪山。九溪山的水，九溪山的雪，九溪山的美，样样都好。因为有你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？你没说错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接着说。我刚才想说，因为九溪山有你，这个。花开如旧，我枯坐门中望成石头，闻这鼓声声催人别回头。怎么离开？怎么能唤醒那？
青帝，拿给我，拿给我。这是紫萱画的，我猜紫萱近日所为许是与此有关。他这是要毁了他自己。你离飞仙就差一步，最后关头怎么会败在饕餮的手上？饕餮伤了你的元神，你为何不说？千年道行功亏一篑，你可知飞仙这一劫对你何其重要？是徒儿的修为不够，又负于师门，让师父操心了。徒儿，恭请四神。九溪山存世万年，只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。为师为你付出了千年的心血，如今你道心不稳，未来大道该如何前行？元神已有裂痕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凭饕餮之力，绝对不会伤你如此之深。你与他对决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我低估了饕餮的邪力，一时失策，才惨遭重伤。你心思一向缜密，从未有如此的疏忽。除非，是你故意为之。提领主前去活捉饕餮的时候，徒儿仔细地想过了。说杀了饕餮，必服了白帝脸面，怕师父在白帝那儿不好交代。可若活捉了饕餮，以白帝徇私的个性，只会有更多无辜的受害者。所以徒儿最终决定，斩去他的仙根，让他再也无法返回仙界。你心思如此周密，你是借此机会受伤，无法飞仙离开九溪山闭关。你安排如此周详，是否与此话有关呢？这是紫萱何时所画？这幅画并无不妥之处，师父多虑了。你动了情。我早已看淡了一切事情，从未动过情，包括小白，包括小白。好，既然你与小白无情无念，他本就该在骊山修炼，让他从此离开九溪山。我未曾违逆过师命，一直以来，凡事都是由师父安排的。只是这一次，请恕徒儿无法遵从师命。你再说一遍。子萱，你可还记得当年昆仑山出狱之时，你修行之心是何等坚决吗？
这两个仙童乃是天地钦点，一为七杀，一为破军，万年才得以降生。他日三界的兴衰气运可就落在他们身上了。你二人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，你们为何修炼？为早日成仙，以一己之力匡扶大道正义，方不负师门栽培。我一门心思修仙，不为外物，指望替九重天造福天下苍生。我再问你，修行千年方可飞仙，闭关千年才有可能位列仙班，这千年的修行，这清冷和寂寞，你们受得住吗？子轩能办到。你随我回九溪山，今日所言务必记住。嗯。千年来你随青帝四处征战，难道不是为了早日飞仙吗？你受的苦受的伤都没能动摇你的道心，如今却为了一条蛇妖让元神受损。子轩，元神受损，夜夜生不如死，这样的痛苦煎熬值得吗？无所谓值不值得，对我来说都不是煎熬。我一直随师父修习医术，百伤之中最难愈的便是心，七情六欲皆在其中。可如今我才明白，比起元神受损，心痛心累才是最大的煎熬。千年来的每一战我都与你并肩，此时放弃岂不可惜？快将元神养好，待你飞仙之日我定等着你。这千年来我的确一直等着这一天，可如今我却觉得飞仙之事并没有那么重要了。若不是因为小白。领主，你是我的知己，是我的朋友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期许，但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小白。看来小白果然是你的结束，可你想过吗？你的命格形魂俱灭，归于天地，或许会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不会有事的，灵楚，人定能升天。子轩没有告诉过我，原来人伤心痛苦的时候心这么疼，感觉像锤子锤下去一样。我早已看淡了一切事情，从未动过情，包括小白，包括小白。既然你与小白无情无念，让他从此离开九溪山。九溪山上都传遍了，青帝要将小白赶出九溪山。所以你是在替小白担心还是暗喜？我之所以会这样做，完全是因为担心子轩。恐怕你错估了形势，看错了子轩。以前的子轩绝对不会忤逆青帝半分，如今却为了小白与青帝顶撞。一个刚刚修炼成人形的蛇妖竟能让子轩如此做，他们才短短数载的缘分。这些时日你日日替我熬药，如今我已痊愈，尚未亲自向你道谢，不如送你几句话当作谢礼。
百年是缘，数载亦是缘。你只有放下对子轩的执念，才能看透子轩的心思。子轩，圣母，没想到你竟会元神受损。此事与小白无关，是我行事鲁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七杀阁为何注定一生孤寡？子轩，从未想过。你心里面就从来没有半点怨恨？若是动了情，便有了牵挂，还怎么守得住三界大道呢？你心如玲珑，如此通透，当初我把小白送到你身边，也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。修仙之路凄苦，他便是我身旁唯一的春色。自从来了九溪山，他便如雪原之上的桃花，千年风雪难掩俏丽。一切的心动皆是为了他。既如此，你便更应该珍重，不然这风雪之中又有谁能护着他？上古开天地时，阳气上升，阴气下沉，这阴阳相聚之处就能生出此等冰晶，这朵冰花或许能助你恢复元神。多谢圣母。修仙者本是与天相争，若是不悔，那便顺心而行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万物从无不变的道理。或许有一日，三种天定的命格也会有逆转注定的运势。你难过是因为子轩未曾对你动情，所以他让你离开。嗯。那你想留下来吗？嗯。子轩不能违背青帝，我明白他的思绪。我只求在我离开前能够助他养好伤势。只要他养好伤势，你就会离开？嗯。其实这倒不难，丹药房有东海冰心之，可以帮助子轩迅速的疗伤。只可惜所剩不多，他把大部分都给了灵楚。东海冰心之无色无味，如果能融入茶水让子轩喝掉。我这就去学。且慢，取而不告是为妾。小白，如果你偷拿了东海冰心之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罪过吗？你果然没有画里的好看。嗯，那幅画是子轩按照我的神态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，丝毫不差。子轩的丹青略过了缺点，仔细一看果然少了点灵气。画中是美人，当面一看也不过如此。你当然想取我的蛇心，我差点命丧在你的剑下。如今我刚刚幻化成人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句对不起呢。你以为你修炼成人
我就不敢取你的蛇心了吗？那你点歉意都没有吗？不取你的蛇心了，饶你一命，算是赔礼吧。只是今日心火上涌，不如取你的蛇胆入药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不伤你命的。不行，我这个蛇胆不能用，我这个蛇胆有剧毒的，如果你用我的蛇胆用药引的话，你到时候你的肠子肚子全被毒烂了。胆囊在这儿。你跟子轩都学了些什么呀？我还以为他认真的在教你。你不许这样说子轩，你可以说我傻说我笨，但这不是子轩的错，是我自己不上进。以后不要因为你傻你笨连累了子轩。子轩他为了你，算了，这事告诉你你也不懂，总之别再闯祸了。若因为你闯祸连累了子轩，我定不会轻饶你。还有，没事别在丹药房附近瞎晃悠，这其中有重要的东西，若是让青帝知晓你进去了，连累的人是子轩。只要为了子轩，受再大的责罚我都认了。仙鹤姐姐说，在第一个丹炉内。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找到了，这个就是东海冰心之啊。我罚你抄写的你可都写完了？嗯，我抄了十篇，还画了一幅画，练了琴，我还研读了棋谱。你发什么愣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子轩，
情是什么？情是劫，情是债。那你可曾动情过？动情有什么不好的吗？你是听到了什么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为什么别人都有七情六欲，而你没有呢？七情六欲我可教不了你，这个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或许我现在已经懂了。真的明白了？我可是花了千年都没有看透的。子轩，我想当一个真真正正的人，不想当一个被你随手捡回来的小白蛇。我想有一个名字。小白就是个名字？不是，那是小白蛇的名字，不是我的名字。我现在已经是人了，我也会哭，会笑，会闹，会痛。我想让你帮我起一个名字，我想让你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。关于名字的事情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等你学会了琴棋书画，方方面面更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，怎么样？嗯，至少在我离开前，能用人的身份跟你相处。没想到小白为了子轩，竟然真的去偷取丹药。换作是我，能否做到这一点呢？怎会如此啊？谁进过丹药房？我。小白，你这是犯了无可弥补的大错。蛟龙镇住了西湖的水源，我们必须要尽快抓回蛟龙，否则受苦的都是黎民百姓。多耽搁一刻，便会在人间留下难以挽回的损失。咱们赶紧去吧。你伤势未愈，这次由我来收留蛟龙。我没事。仙鹤姐姐，小白，仙鹤姐姐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子轩不能替我去，他身上还有伤啊！我没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，我不该让你去丹药房。任何姐姐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身上的线索给解开？子轩让我把你看好。
战挡不了多久，蛟龙以西火一聚，占了优势。我引开他的注意，你斩下蛟尾，斩了蛟尾，他便无法借水势翻腾，咱们抓他就简单多了。你们信得起？不碍事的，你无需担心。你元神受损，如何与蛟龙正面迎战？当初东海一战，我孤身一人与蛟龙大战三天三夜都安然无恙，现在有你帮我了，难道还擒不了蛟龙吗？擒下了蛟龙，咱们再在九溪山好好的交练一番。好，那你去引开蛟龙的注意，我来斩蛟尾。仙鹤姐姐，我知道我先烈微薄，但是也许我能帮他挡一挡攻击呢。上一次我帮他顶住了天机剑，这次没准我能够替他挡。我不能帮你。小白，这些锁是紫萱亲自设下的，你戳不破的。可是上次领主，你上回能替领主解了仙障，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定可以的。如果仙鹤姐姐你实在不愿意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。但是我就是想试一试，万一我可以帮他呢？我不想让紫萱受伤，求求你了，仙鹤姐姐，求你了，小白。小白，you